顶下宗教圣书要带观众朋友来看的是欢乐乡部委朱义文每周天上圣庙，伫咧29号是来举行着安座的典仪，发起人共主林德川、彭美华阿公母，又感到妈祖婆慈悲为怀的精神，幸运好大，竭尽全力完成着起庙，选择吉时来进行着安座，现场是庄严个神圣。欢乐乡长林清景带领着全体的信徒虔诚来敬拜，来自全台湾的信众超过1000个人做伙来拜妈祖，现场擂泰国公家含品啊，会当恭喜老在滚滚，平安宴食开百桌，相当圆满顺利。盖棺欢乐乡宝贝如意门，二周天上圣庙，29日举行安座典礼，发起人共主林德川、彭美华伉俪，祝伊妈祖慈悲为怀精神，幸运破台，庆历完成建庙。农历10月15日，也是梅州如意门梅州古庙天上圣母哦，乐成代表本宫来遮，大欢迎大家来参加开工乐成。安座大殿庄严神圣，透早由法师道法开庙门，供主护持神尊立殿，安座美酒天上圣庙在大殿之上。千年上山拜妈祖，保卫如意门，二周天上圣庙安座庆祝活动活力十足。西里社口福天宫金龙会武龙团参加，电音三太子、婚礼沙拉、台中市花心舞蹈团等等庆贺活动表演。如意门千人上山祈福拜妈祖，咱的进德道场如意佛堂，伫个即个正月元月2号，嘛要搁做安座啦吼。那么今仔日呢，咱如意门伫咱欢乐节要来发挥，啊，咱的乡长、咱的地方首长拢甲咱真帮忙。咱今仔活动除了呢祈求咱的疫情、甲咱的国运昌隆之外呢，咱愿望咱的进德道场未来的教育方面呢，买单来做些努力。今仔日千人上山，咱嘛有一个意义，是推动素食，让咱更加好得着啦吼。人感谢因来参加这场的盛会，咱咪就妈祖。哦，今仔日选择伫咱这个部委，哦，伊代表要来保庇着咱国家兴隆，护国佑民。啊，咱正月初二二楼顶要安坐活动，请大家有迄个机缘来共襄盛举。来自全台信众涌进庆典拜妈祖，欢乐乡长林清金率全体虔诚敬拜。共主林德川、副共主林水杰、欢乐乡代表会主席林鸿谦、副主席陈静心，也阁有森林科技大学教授李宝志、技术彭美华、总顾问李俊德、总干事吴新田、活动总召陈献堂以及委员，虔诚敬拜天上圣庙慈悲，也平安宴席，一开百桌，素食宴甲信众共享平安。谢谢新闻蔡明堂、欢乐乡蔡宏报道。嘉义关特别推出一个计划，这个计划叫做管路安心计划。家人啊，有关于管路方面的问题，或者是因为入院返家以后啊，有发烧、嗜睡、感染或急性疼痛、褥疮或是相关的这些异常，那我们有特约的单位跟特约的机构啊，那我们就可以打电话去寻求相关的协助。请记讲，咱这服务会当24小时，啊，咱这咱嘉义县18乡镇拢会当来做服务，来当甲咱卫生所来做通知，咱拢会当来甲大家做服务。